北京军政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应用领域最广、出货量最大的本土嵌入式 CPU 芯片提供商。北京军政致力于32位嵌入式 CPU 芯片的研发和销售，是国内极少数拥有自主创新 CPU 核心技术的公司之一。领先的技术优势、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、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及完整的产品体系，奠定了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。2010年12月份，北京军政和 MIPS 公司签署了体系结构授权协议，在新一代的 CPU 内核中全面采用 MIPS 指令集，将 MIPS 指令集内在的高性能的优势和 Xbox CPU 低功耗的优势结合起来，面向移动互联网终端打造新一代的 CPU 技术。我手中的这款芯片产品就是和 MIPS 合作以来我们推出的研制成功的第一款芯片产品。这款芯片产品采用65纳米工艺制成，芯片的型号叫 JZ4740。 与业界同类产品相比，这款产品呢有几个特点。第一呢，就是性能高。这款芯片产品CPU 运行主频在1000兆以上，集成了同时具有 1080p 的多媒体功能和 3D 的图形引擎。第二呢，功耗低，在 CPU 全速运行和多媒体解码同时打开的情况下，整个芯片的功耗低于250毫瓦，这是在这样的工艺制程下业界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。第三呢，就是整合度高。除了 CPU、 1080p 的 VPU 以及 3D 的 GPU 之外呢，芯片还集成了大量的外围设备，包括 RTC、 ADC、 Audio Codec、 LEDS 等模拟模块，以及 GPS 的 Baseband 和电子书控制器的这些应用模块。我相信这款芯片产品必定会为平板电脑、智能手机、智能电视等新兴产品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方案。北京军政和 MIPS 公司会一起努力完善 MIPS 体系结构的软件生态环境，为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产品提供一个全新的体验。